好，磊哥要猜。他四万从这边打的嘛？对，最旁边。手上是五六七八九万的话，四七万没有，三六万没有。傻瓜都知道这是什么？啊？我不知道哎。卡六万。我不是傻瓜。卡六万。真厉害！好，已经分了，那算了。好了，请继续。卡六万。卡六万。我也只能摸牌啊。对，你不能换牌。那如果胡呢？胡也是一万吗？胡就是五千。五千。马姐，他都没有不猜。嗯。可是他没有换牌哎，不能换牌啊。对啊，我按了拼牌以后就不能。但可以给他提示，这次可以给提示。可以提示了。对，我可以提示了哈。万字挂，我们提示。好，你提示。但。提示等于是没有用，万字挂，哎呦，很明显，很明显吗？很明显，我好像知道哎，卡七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定四六八嘛，那打四万不是定卡七万吗？有，所以你觉得他猜他里面牌是四六八，打四万所以定卡七万？我猜这样，好，卡七万。跟我想的一样哎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厉害！我竟然猜出来了！有算到是不是？安排五六七的牌，五六七的牌嘛。对。哎呀，我猜七万就好，我要猜六万干嘛？好了，放我们水了，好吧？对，谢谢磊哥，谢谢磊哥，恭喜小五。这样对你们也好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很好，皆大欢喜。来，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周冠军，开始。争霸战啊！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机制呢，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动。自摸啊，本来是基本上只是往上加的。我们以前自摸都是往上加，有没有？不扣。哎，但今天不一样，因为是每一个人带着你们奖金出来打。嗯。所以自摸的，一个人自摸，另外的三家，奖金就折一半。比如你是四万多，你就剩下两万，四万五就剩下两万两千五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很清楚的，所以自摸你看看三家的一半给他，哇塞，就已经过瘾了。对，而且今天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，刚开始大家都是零嘛，但今天是大家是带奖金来打，所以一放枪，你所有的奖金就是给那个胡牌的人，胡牌的零的意思。但不要怕，你待会还可以把胡回来。OK， 好，那钱可能会过来过去了，过来过去，没有到最后都没有赢了。所以这样觉得自摸真的很多。对，来哦，加油！你有多少钱带多少？四万多，四万多，所以我们对你印象最好。对对对，就针对他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嬉笑，周冠军认真打，开始。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，先看刘念智的牌。周冠军争霸赛，全新赛制杀很大，棒枪被自摸都划不来，奖金最高的你，这把可是众人攻击的目标哦。上一关加码一万还不够，这把再来吃奖金，万字多摸多靠，强听拼胡，自摸三家折半归你，你就赚很大喽。奖金最少没关系，不别人有赚就是你，老狐狸做上家，上张可要靠自己，缺门条子你摸得上吗？起手这牌有点丑，两万六千五要保住可不能放，五八条摸卡二万，强听摸牌手要长。出赛，男的。现在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至少一万五以上的奖金。东方，东哥大哥摆在一起，同样的花色摆在一起。东风，东风，打海底，打海底，九枪。进魂了吗？
都不打，我晚上不打，都不打。哎，这个真是正确。为什么不跟着打呢？不是，我就是想说给他跳嘛。还是哦，这张牌差到太多了，这么想不见不打，对不对？当时跟着打嘛，差很多。这把牌是我很少打出这种牌来，一生中这种错误这北方七年才会出一次。今年刚好第七年。不，真的，这个牌错得很离谱。今年刚好第七年。北方，我跟你讲，而且这个牌那么巧，可以了，高大哥。红中，打错一张牌，练十分钟也受不了。哇，真的是这个牌整个都完蛋，已经不想打。红中，这样就不想打。你的意思太容易被击溃啊！差太多了。你人生大起大落这么多，我打南风，他们一定打北风，不会打东风嘛？等我摸到他们。是，我讲过了。是。刘成功，看不到。喊牌大声一点哦。黄忠。咦？大家都步步为营，哇，太紧张了。九饼。希望能够杀一把被奥念。全世界最没有用。来蒙。哇。来呗。要这样子吗？嗯。为什么你用的？我这样做，这样子吗？对。对，你在后面有个机器。哦。我以为你一直要把我靠近你，我说怎么会这样子？西风。专心打麻将。您又想太多了。西风，不错，现在还在想。跟你打啊！牌平，有点想不错。我到哪天连想都没得想了。九万，周冠军奖金下19000块钱。冠军还有我们65寸的液晶电视，发财！发财！哎，这两家字都蛮多的。一条。三条，甜嘞哈，咸的甜。还好，你要小心打。我还不是高达摸到我又直接念发财。哇，如果我像这样摸到这样，我自己就一个耳光。放炮奖金就是给胡牌的胡牌那家了，胡牌那家包了。哎，出菜了哈。所以今天打不放炮的话。北方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最后还是靠分数，最高分数赢的。高大哥要开始念五条，哎呀，九万。大家都能清耶，九万，好爽，你们太紧张，男的，北风，对不起，没错，对不起，他说难得摸个北风，讲得好，吓得他脸都红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张牌是全世界最没有必要的。好了，我也是太严了，是不是太严了？五筒。Oh my god！ 光看我这种，安张，西风，